首次以自己的名字发表的时装秀，得到时尚界大师和各媒体的关注，称他为 B 模特哈尼的设计师。营销系，不仅如此，夏朵还大方承认和 Hidden Apparel CEO 陈一博的订婚传闻。哇、哦，事业、美貌、爱情，我有一个就知足了。这女人上辈子八成是拯救了世界吧？你们干什么呢？碍手碍脚的，去干活。厉害是厉害，不过是超的厉害。别泄气，抄袭也是一种天赋。对了，订婚礼服剩下的刺绣要多久能完成？木给的数量太多了，可能还需要两天。明天必须交货，你懂的。话语是幸福归来，绣完这些花，我失去的幸福也能回来。经理，我已经到了。这么重要的客户出了纰漏，要是解决不好就别回来了。啊，好的，我。我是卡米勒服装工作室的，来修补订婚宴礼服的。是不是最近显胖？不会啊，这个裙子一看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。嘿嘿，就是，好漂亮啊！对啊，价格也漂亮啊。不是小工作室做的吗？也很贵吗？你好，我是卡米勒服装工作室的。林小溪，啊，朵朵，不会是你把他请来的吧？会呢，你别见外啊，我们又不是不认识。听说我们的礼服出了问题。对，我听说你们工作室不错，才在这里定做的，但刺绣都开了。
这个应该不是制作上的失误，像是磨到哪里了。嗯，因为这个面料比较细呢，所以就算是小小的摩擦。哎呀，我们这里哪个不是学服装的呀？你跟我们在这说教？别这么说，咱们都是同学，又是同行，哪个不会出错？朵朵，你看就他这样的供应商，你老公怎么还留着？朵朵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才会被他欺负。啊，对不起，请你把裙子脱下来吧，我马上就能缝好。嗯，脱裙子？那脱裙子妆不就花了吗？那怎么订婚啊？就是，哎，朵朵，你过来坐。对对对，来上来上，过去过去，慢点慢点。哎，小心。你这么厉害，就这么修吧。对啊。干嘛呀？你站着干嘛呀？来不及了，你快点儿啊！嗯，挺好吃的，天木，你也尝尝啊。你是本来就不爱说话呢，还是不爱跟我说话呢？能直说吗？嗯，当然了，我最喜欢坦白的男人了。我是被我妈逼的，没办法才来相亲的。你这款不适合我，笑容太多，太可以了。很清楚，年纪这么大了还选王，你不累啊？粘到嘴上了。你不会是想让我帮你擦？本小姐也是被逼出来的好吗？那个小破律师，你拽啥拽呀？朵朵，朵朵，笑一个。我听说今天张曼她也会来，你认识她吗？是那个特别火的女演员吗？我不算认识，见过几次面。我老公公司的签约模特。学长上学的时候那么低调，没想到家里这么有钱啊。评论来了，评论来了，看这个，云小溪现在看起来怎么这么老啊？哎呦，他怎么好意思参加夏朵的订婚宴？这就是抄袭者的下场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真不知道他父母是怎么教的。你要干嘛？去洗手间。朵朵，快点，看张照片。看这个，这评论特别精彩。同学的照片看到了吗？啊，
云小溪给夏朵下跪，这也太精彩了吧。小七他人品虽然差了点，但长得还不赖，身材嘛也挺那个性感。你老婆娜娜不是跟她闺蜜吗？你找个时间安排一下。她现在过得这么惨，是个男人就会上钩吧。要是想告他们的话，随时打我电话。谢谢你。云小溪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放哪儿了你？啊，我想拉洗手间了。哎呀，刚分期买的，你赶紧给我打个电话。放哪儿了？我记得应该是这儿啊。或这这怎么都没有门？外边外边。好。在这儿呢吗？谁这么缺德呀？啊，把我手机扔垃圾桶里。拿呀，看我干嘛？啊呀呀呀呀呀！啊，这新柜刚分期买的。怎么摸不到呢？伸进去啊，太浅了。律师蔡天木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云小溪。啊，不认识我了，陈一博。好久不见，恭喜你和夏朵订婚了。谢了。你最近还好吗？有时间的话来参加我的订婚宴吧，很多同学都来了，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吃个饭。啊，不了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我忘记那件事情了。啊，我听说你在卡米勒服装工作室，所以我特意在你那儿订的衣服，希望可以帮到你。你们先过去吧。啊，谢谢，亲爱的。还记得吧，云小溪？当然了，我们一直都挺好的。你不还说帮我补裙子吗？那你们先聊，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。嗯，走吧。上学的时候就勾引我老公，现在还来，有完吗？你看起来真可怜，男人都会心疼吧？
你这种装无辜的小把戏是骗不了我的，你还是一点也没变，够大够善吧？你是不是做梦都想带上他？但是人和人啊是不一样的，有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你带上了，别人也会认为你是偷的。我的戒指，怎么回事啊？是他给我戴上的。左东，怎么了？谁让我把订婚戒指给别人戴上了？你以前是偷设计，现在都开始偷戒指了？我没有。夏朵，我们绝对不能再这么心软了。就是啊，朵朵，我们报警吧。保安，快点啊！今天这么大的日子，我不想把事情搞大。小西，以后别再这样了，这次我原谅你，咱们还是好朋友。知道为什么我同意在你这种小破工作室订裙子吗？因为我知道是你做的，被诬陷一次是笨，被诬陷两次活该。耍什么花样吗？我都已经原谅你了，就不该原谅他。保安，拉走。我没有。没事吧？小西，整理好鞋，好好走路。妈，我好累呀。
一个女孩子一样好好走路，行吗？来，刚给你做完的，试一下。哎呀妈，你做的肯定都合适，不用试。看你这话说的甜的。妈问你，嗯，昨天晚上那么晚回来去哪儿了？嗯，快说，老实交代。已经成年了。你成年了，你再说一遍，你再成年也是我的宝贝儿，也是我的孩子，听见没有？老实交代，要不然我今天不会放过你的。去哪儿了？说，嗯，说不说？公主，朋友圈里东西我都看到了，你是不是又抱着阿姨的照片哭哭啼啼的了？没有。少来，我还不知道你啊，今天是阿姨的忌。你有空吗？出来陪我喝一杯呗。嗯。他们是不是又让你抄别人东西了？你当时学设计学那么好，就应该找份更有创意的工作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能回到这个行业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要不是因为那件事情，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子啊。令人瞩目的新一届服装设计师选拔赛即将拉开帷幕。今年的参赛选手数量是去年的两倍。我人生的分水岭就是从那场设计的品格选拔赛开始的。已经优秀的设计师报名参加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年的设计的品格服装设计师选拔赛。朵朵，丽丽，这块近期效果比较好。你们俩衣服怎么一模一样啊？谁抄谁啊？朵朵品学兼优，怎么可能抄袭他的？那就是云小溪抄袭夏朵的。那个时候，如果我接了妈妈的电话，是不是就会变得不一样？
样的，特好看，适合这个款式。真的，今天穿着特别好看。真的，真的。朵朵，就他抄袭你的作品，啊，朵朵你怎么那么可怜呀？就是朵朵，他怎么还好意思来学校？真不要脸。就是说呀，这种人就应该早点滚出学校。跟我穿一样颜色的衣服。我一直很看好你，认为你是未来设计界的星星。我对你很失望，却把休学手续办一办，这是学校所能做的最大的让步。回学校，背着抄袭者的名声找工作、生活，很痛恨那时候的自己，为什么没有勇气站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而是做了只缩头乌龟。小徐，如果时间能够重来的话，你就算揪着我的头发，也不能让我跟那个王八蛋在一起。如果时间能重来，我也不会让自己那么窝囊。是不能重来。想要重来，除非投胎。老板，我要换白的。就是云小溪抄袭夏朵的，朵朵品学兼优，怎么可能抄袭他的？哎，朵朵，
就是他抄袭你的作品的。就是，这种人怎么还好意思来学校？真不要。就是说呀，这种人就应该滚出学校。时间的重来，我也不会让自己那么窝囊。是不能重来。除非脱胎。你不是想回到过去吗？这个给你。啊？这个是可以让你回到过去后悔药。后悔药？为了还一个人的恩情，我发明了这个药。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吃下去，就可以回到过去。你怎么证明这是真的？我没有办法证明，也无法证明它一定有效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回到过去，想挽回一些事，你只能选择相信我。回到那个长夜，你伤口。